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又可以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一起来数算你的恩典。当我们在数算你恩典之前，主啊，让我们今天也要来再一次赞美这位荣美君王的你的大能。当我们在赞美当中，我们要述说你的属性。主啊，你的属性是你是荣美的君王，你是那位全地的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特别要专注在你的荣美、你的大能当中。我们谢谢你因着你复活的大能，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可以全新的启动，一个新的力量，还有新的眼光。我们今天要在基督里面，要来颂赞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荣耀与盼望。主，我们赞美你，你透过以赛亚书第43章第二节，你对我们说，你穿越洪涛，我必与你同在，你渡过江河，必不会被水淹没，你在火中走过，必不会被烧伤，火焰不会烧在你身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知道真的在外面有洪水泛滥，甚至有时候地震来临，或者是有一些疫情的困难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眼前的这些灾难，我们好像没有办法避免掉，但是你说我们不会被这些水淹没，不会被这些疫情给限制住了，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要继续带领我们的生命穿越洪涛。主啊，让我们今天继续在你的同在当中领受这样的信心，也继续在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眼光当中，让我们可以继续一步一步的向前。我邀请每一位在敬拜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先同声用方言来祷告。我相信在祷告当中，我们先经历到这一股超自然的力量，现在就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充充足足的。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你，阿拉巴拉，阿拉巴拉，索克罗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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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阿拉拉拉拉拉，索亚拉哈拉，索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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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荣美的救主，复活的全能神，荣耀君王，神羔羊，圣洁和公义，尊荣的拯救者，明亮晨星，也是高声起颂扬，万物都屈膝来敬拜你，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超乎万民之上配得尊。你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荣耀，主啊，你的奇妙，你的荣耀，有时候是我们在地上的短浅的眼光是看不见的，但是当我们抬起头来，我们再一次看见那超自然的创造，主啊，今天早晨的太阳，还有云上的那些的太阳，主啊，让我们知道你真实的存在，主要让我们的眼光看见那具象的东西以外，主要让我们的心灵也再一次来看见你今天要赏赐给我们的力量，也让我们看见那复活的意义，还有复活的大能，现在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相信今天上帝要用他不变的承诺来坚固我们，特别也要来安慰我们。在圣经有一位人物，有些人很熟悉的，他叫做雅各。当他在那个时代当中，他面临到很多的挑战，特别那兄弟的关系，他心中充满了一些恐惧害怕，因为曾经有一些的欺骗在这当中，以至于当他要再一次面对他的哥哥的时候，总是有一些阴影在他的心中。或许在今天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家人朋友，你心里面也有一些的遗憾，或者有一些的伤痛，在一些手足的关系里面，在一些亲情里面，你曾经被背叛，你曾经受伤了，你曾经也遭受了很多的逼迫、委屈跟压力。
我相信神都了解你的心情。今天让神的话语透过先知对我们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你穿越洪涛，我必与你同在，你渡过江河，必不会被水淹没，你在火中走过，必不会被烧伤，火焰不会烧到你身上，因为我是你的上帝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你的救主。主说你不要害怕，雅各啊，你不要害怕，我的儿子啊，我的女儿，你不要害怕，当你把心交给我那一刻当中，我的救赎就充满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属我的。纵使有很多那外在的追兵，你觉得你快要跑不动了，甚至你已经躲在那暗器的角落，你都不让人家发现你在哪里，身上也有一些的伤口，甚至有一些人你真的没有办法自主的行动，今天好不好让这位爱你的天父上帝来服侍你，那我们先一起来被神的爱充满，让神的爱先来包围你，让你的心里面知道，即便这世界的每一个人，你周围的那些的人已经离弃了你，不了解你，那些人也是让你受伤的，也是让你一无所有的，失去很多力量的，我懂你的心情，我懂你现在的处遇，孩子啊，来让我好好的来擦掉你现在身上一切的这些的灰烬，可以来让我抱一下吗？不用担心我会闻到什么样的气味，或者是我能够受不了的这些的状况，你是我的孩子，你的每一根头发我不知数过，我还知道它的数量，所以你身上会有的味道，有的情绪，有的样貌，你可以不用向我隐藏，我是完全的来接纳你，我邀请你将你的心一步一步的向天父上帝来敞开，你只要打开你的手，
你只要提起你的脚步，勇敢的来走到天父上帝的面前，你甚至站在那里你没有办法移动，或坐在那里你没有办法移动，但是只要你说我愿意，阿爸父啊，我在这里，我需要你的一个拥抱，一个接纳，我相信这个膀臂可以包围全世界上所有的人的膀臂，现在将你紧紧地抱在他的怀里。天父说，坐在那一旁的小美，把你的手打开，我已经抓到你的手了，不用害怕，这是天父的手，他正拥抱着小美。好像在另外一个角落，有一位小哲，有一位每一位天父知道你的名字的神的儿女，他说，我的宝贝，不要害怕，就来感受这双大手的温暖。现在父亲的手要成为你们每一位的依靠，你可以将你的头轻轻地靠在这个膀臂当中，感受一下那个被支持的感觉。
我相信你已经感受到，因着你靠在天父的膀臂上，那一股有依靠的力量。我好像在大家依靠的时候，我在灵里面好像听到有一些人对天父上帝说，你很委屈，好像很多人都听不懂你所说的话，甚至也误解你的意思，你觉得很挫折。我相信神今天他不只要成为你的依靠，他说我懂你的心情，知道你的无奈。有些人你对他说，你被了很多谎言给欺骗过了，所以你也做了很多的糊涂事，当你这样跟主说的时候，主说你愿意回到生命创造的那个初衷的善良，你愿意选择那个诚实，那个圣洁，只要你愿意悔改回转，我可以完全的，我就完全的来原谅你。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位有赦罪能力的天父上帝来说，我愿意来做改变。当你勇敢说出我愿意的时候，我相信你现在也领受一个新的生命，一个重新开始的新的自己。是不是觉得很轻松呢？因为过去你所说的那些欺骗的话语，但你给你很多的罪疚，让你需要用更多的话语去包装你所说的话，所做的事。过去的你很沉重，很沉重，但是你可以用新的方法，用真实的你自己，你去做的时候，我相信那个单纯纯净的力量，就像那纯净的水，有些人使用过那个最纯然的蜂胶也好，或者是那一些精油也好，那个纯度，100%的纯度的祝福生命，那个养分要进入到你的生命本质。主啊，现在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重新被恢复的时候，将这个原本创造耶稣基督最纯最浓密的那一颗的善良的心，现在就放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创造我们的时候，你就已经告诉我们何为善，你也曾经吩咐我们说，我们要行出公义，我们要行出那个怜悯，让我们有谦卑的态度，
你也提醒我们要与你同行。过去的我们被这世界上的这些的虚假，或者有时候经不起那些诱惑被欺骗了，但是我们今天再次重新的回到你的里面，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承认我们的有限，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回复到那创造的初衷。那我们再一次领受那个善的力量，那个纯净的心灵，重新累积我们对你话语的认识。知道在我们接下来的道路当中，还是会遇到那一些的洪涛，那一些的挑战，那一些的风暴，但是我们不会被这些来淹没，我们也不会被这些来烧伤，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赐我们智慧，更重要的是你在我们人生的逆境当中，低谷当中，我们与你同行，你陪我们走过。所以即便在艰难的挑战当中，从今天现在开始，让我们学习全然的来信靠他。主要就从这一点一点一点的信靠相信，一起来堆叠走我们人生当中的每一步路。当我刚刚这样子跟大家来诉说的时候，若是你心里还有想起你有什么话要对天父上帝说的，我也欢迎你现在可以有一些时间，你可以自己来到天父的面前，来跟他说你的愿意，你的想要改变。我相信当你说出来的时候，就有一股力量会进入到你的里面。我相信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听到每一个人你对天父上帝所说的，你想要跨越的，还有你那些承认的。我相信今天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他会照着他对我们所说的应许
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他会去解决那些你被误会的，有一些是你所造成的过犯，他说他也要赦免我们的罪，而且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他说那些旧的事情都已过，都要成为新的了。我邀请你真的用全新的来领受神给我们的应许，他要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慈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救主，谢谢你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今天我要相信，无论在何种境况，在生命的道路当中，会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可以再次交托给你，因为你的救赎，你的处理都会比我自己的处理更好。主耶稣，你会看到我们看不见的那些隐藏的挑战。主耶稣，你也应许说你必要带我们穿越过这些的洪涛，这些的洪水，你要带领我们平安度过那个江河，还有那些仇敌所设的那些的火焰，那些的陷阱。主啊，让我们一边学习让你带领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也更加的成熟，我们的信心也更加的稳固。主啊，特别我们对你的爱日日的不断的加增，今天我们真的再次要谢谢你对我们的不离不弃，即便我们生命真的在这一些生命当中，我们自己造成的混乱，这些乱七八糟当中，你不只对我们不离不弃，让我们在这些惊涛骇浪当中活下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生命里面，其实你说你有你的心意旨意要我们去完成。主啊，谢谢你不只不看我们的过去，你还对我们的将来有那丰盛荣耀的计划。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真的再次要为你对我们的信心，不只是我们对你的信心，来向你献上感谢。再次谢谢你对我们的包容，对我们的肯定跟接纳，谢谢有你真好，让我们真的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丰盛的宴席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谢谢天父，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恢复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独自一人在面对。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垂听，让我们这些糊涂，或者这些没有太多思考，或者这些不幸的心思跟过去，你都可以来恢复。真的非常的感谢天父上帝，谢谢你，你生命当中的荣美，你说你要让我们的生命也活出那个荣美，何等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相信当你的生命当中，你将你的重担放下来的时候，还有这些在你生命打结，或者甚至你已经不知道怎么往下一阶段走的时候，今天天父上帝
为你立出了一个新的盼望。邀请你再次向这位爱你的天父上帝献上感谢跟赞美，赞美你有新的生命，赞美你，赞美耶稣基督，你的未来是充满盼望的。赞美耶稣基督，你是有力量的。赞美主耶稣基督，生命的健康会再次属于你的。赞美有一些你所应该被恢复的财物，天父会为你预备的。有些你生命当中会遇到的那位良人，也在路途当中神会为你预备。甚至有一些也在面临学业当中的挑战的，过去你没信心的，今天神要将信心也再次恢复过来。继续说出你对他的感谢跟赞美，我相信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要恭喜你，当你对神发出这些对你生命当中的宣告祝福的时候，我要用一句大卫在诗篇里面上他要给我们的经文，也是上帝给他的。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神今天让你活在这个地上，
让你知道不只有耶和华的恩惠，他手里也要赐给你你手里的力量，让那个上胆的心，让我们今天在等候他的时候，我们继续来可以被他的话语，他圣灵的同在，再次被坚强起来。我相信今天主耶稣基督再次要提醒我们，生命被恢复之后，一样还是会有面对压力，还有我们极限的时候。抓住这句话说，我要相信在活人之地我要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在活人之地我要继续等候耶和华，在等候当中我会等到这个力量，在等候里面让神来为你征战，在等候的里面让他坚固你的信心，不要被外在的环境给丧破胆了。会让你上胆的是那个你的老自己，也是你自己的极限，那会使你崩溃的。但是今天我们要选择那个突破，是一个突破的季节，这要取决于你今天要再次看见上帝带领大卫的突破，带领环境的突破，带领你自己生命的突破。这些圣经人物所经历到的，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完全的等候耶和华，还有将你的心全然的交托于他。他会告诉你智慧的，今天有一句话要跟你们一起来分享鼓励。有一句谚语说，太阳既能让奶油融化，上帝所创造的太阳就可以让奶油融化。你是上帝所创造的，你那坚硬的心，你那没有办法改变的，只要你愿意，他不只是会修，他也会让你的心恢复，他会让陶土给坚固起来。今天你要做一个选择，说主，我要紧紧的来跟随，我愿意紧紧相信，在困难当中临到的时候，我可以转向上帝来寻求答案。我们生命会有措手不及的时候，但是对天父上帝他没有措手不及。其实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出手过于太早，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前一端其实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要我们展现的能力。主啊，让我们今天真的要重新再次学习等候在你的面前，你走在我们的前头，我们走在跟随你的脚踪当中，继续向前行。让我们想起跟随耶稣的脚踪是你会怎么做，好不好？让我们灵里面还有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意志当中，我们真的做一个选择，常常的来跟神询问说， What would Jesus do? 主耶稣你会怎么做？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怎么想？让我们在这样子用这样的方法去思考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做事方法，还有你会经历到很多不同方面的来得胜。你可以来想想，你也可以再次跟神来祷告呼求，哪一方面是你比较会面对到的挑战，或者你还是有哪一些的疑问。在跟随耶稣的脚踪当中，耶稣叫你做你不太容易做的部分，
你也可以来到神面前跟他说，我相信今天他要成为你的力量跟智慧。主啊，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继续要选择那个相信。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等待的时候，那我们的意念还是知道我们要持续的相信。当我们看不见那雨停的时候，我们仍然要来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信心成就的地方，还有让我们信心成就的方法，就是我们不断的感谢你。因为当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眼光再次回到你的眼光，你的高度。主啊，当我们失去信心的祷告的时候，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中轻轻地对我们说，是可以恢复的，让那个事、那个可能今天就存在你的心中，存在你的记忆里面。当有一些疑惑不安进来的时候，想起耶稣基督说，我是你的平安。让我们相信人得以进入那安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失去信心祷告的时候，我们失去那个专注的时候，失去那个对应许有信心的时候，主啊，想起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说的那个已死的身体，他们信心软弱，但是还是仰望你的应许的时候，
那我们就知道我们死去那一些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成的这种意念，但是我们想起耶和华说你在活人之地要见耶和华你自己的恩惠，主要帮助我们有这样信心的祷告，主要真的帮助我们有这样子信心的呼求，主要因为这个是你生命当中的荣美第一步，主要当我们在美颂赞荣美君王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断的就是要将荣美君王的信心眼光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赞叹你的荣美，我们还是一样要让我们的生命与你的荣美是有相关的结合的，求你继续来指教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的智慧能够成长，主啊，你知道我们是愿意要成长的，主啊，你知道我们所有你的儿女都是愿意要接受这个成长的，因为你说我们的生命可以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我们今天有一个能听的耳，听进你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主要帮助我们一个能听的耳，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听到你对我们的指教，说你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主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选择用信心来回应你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看见那荣美君王，你生命当中荣美的属性，你的应许是会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透过先知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主啊，你说你成了我们的保护以外，你更说主耶和华的灵已经充满在我们身上，主啊，你现在你说耶和华用膏膏我们，主啊，你膏了我们之后叫我们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主啊，你差遣我医好那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主啊，谢谢你透过先知再次用你的话来鼓励我们，来坚固我们，说我们可以突破我们的窘境以外，
你还恩膏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位听从耶稣基督你话语的人，你也透过你的使徒保罗再次对我们说，我既听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每逢祷告的时候，谢谢耶稣基督，你说你会为我们祈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知道你们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和荣耀。主啊，你也要向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来显明你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谢谢耶稣基督，你拣选我们，你拣选教会成为你的身体。荣美的君王，让我们现在在地上每一个人，让我们成为你那荣美的 身体的代言之一。耶稣，你的荣美，你的复活的能力，你的拯救，主啊，不只是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的时刻，你要继续不断地对世人来说，而且要来让世人来经历。主啊，特别还有一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还有 90% 的人，他们还在水深火热里面。耶稣真的让每一个人看见荣美的君王，荣美的救主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爱我们。主啊，让每一个人来领受，每一个人都来经历，以至于让你的心意可以得到满足。那我们最后再次用这首诗歌再次来献上我们对荣美君王的感谢跟赞美，将所有的荣耀来归给他。耶稣，荣美的救主，复活全能真神，荣耀君王，神羔羊，圣洁和公义，尊荣的拯救晨星，天使高声齐颂扬，万物都屈膝来敬拜你，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超乎文明之上配得尊重，何等奇妙，何等荣耀，耶稣我主，超乎万民之上，耶稣。
耶稣，是的，我们要永远敬拜你。耶稣，我们要永远爱你。耶稣，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常常以颂赞为祭来献给你，而且让我们也常常遵行你的话语，活出你的话语，让你的爱在这世界当中被传扬起来，一起来颂赞这位荣美的君王。再次献上我们所有的祷告与敬拜，我们相信你必要悦纳，而且你必要来继续拯救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